好不好？在外面再便宜一个圆，你这是干嘛呀？你给他吃饭饭吗？你给他吃饭吗？你干嘛呢？你说全擦掉啊！妈妈还没拼好，你就推倒了。妈妈拼好了，你再推行不行？啊，再练习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我们拼数字，好不好？拼一，一还没拼呢，先把一拼好，我们再拼二，好不好？一。宝贝，推！哎呀，不是你这样子推的，你点一下它就倒下来了。妈妈在教你，不对。等一会儿，你别动！哎呀，你别动啊！妈妈拼一，哎，走开！妈妈拼好了，你再弄。妈妈还没叫呢，还没喊你呢。哎呀，妈妈喊你，你再弄啊！妈妈没喊你，你不要推了。怎么那么坏啊？好，那妈妈用红色的、黑色的都给你，好不好？笑。对呀，妈妈用红色的，好不好？一。啊。一，好的，一。那先蒙上。嗯，对了，哎呀嘞。对呀、啊，轻轻点一下它就倒了，对不对？看一是不是？好，我们拼二吧。啊！你等一下，妈妈还没让你弄呢，你就弄了。等一下妈妈把二写好了，这样子的，你再推倒，好不好？啊！哦，来，全部用红色的。妈妈还要红色的，宝贝。哎呀，你看你把妈妈弄倒了，别动了，别动了，妈妈来，还没推呢，还没到呢，等一会儿，还没弄好，还没弄好。你咋那么吵呢？妈妈先把二弄好。早上等着妈妈生气了，你们拼这个也不容易呀、啊，是不是？很难拼的，要摆好久呢。哎呀，你干嘛啦？妈妈们还在用啊，你就收起来干嘛？放这里来给妈妈拼红色的。
别动了哈，听到没有？那你答应妈妈，你就别动了哈，嗯。二，哎呀，妈妈还没弄完、啊，你怎么那么啊？怎么那么吵呢？那你自己拼吧，你自己拼吧，你会拼吗？拼啊，自己拼个二出来给妈妈看一下。妈妈一都拼完了，你不让我拼二呀？还要拼三，还要拼四呢。嘻嘻，那是嘻嘻捣乱呢、啊，嘻嘻在捣蛋，嘻嘻在这里捣蛋。哎呦喂，捣蛋了！不吵了，行不行？好不好？那你跟妈妈一起拼好不好？好。来，那你妈妈摆，你也摆好不好？来，嗯，好。你就把这个木片放到娃娃里面来啊。妈妈一起拼啊！好笑，好笑。倒下去，对呀，你这样子乱弄怎么行呢？你别动了哈，妈妈来，妈妈来拨给你看一下，要不然你就跟妈妈一起拼呗，你在那里拼呗，好不好？是。拼三呢。